有那个断心断水的双断珠的，我是觉得太强了啦，真的太强了。怎么会有这么巧嘞啊？双断珠啊啊，喜是怎么回事啊哈？双断珠，你看到不？我看到不？啊？我才刚说曹操，他妈刘备也来了啊！各种没看到啊，你太晚来了。好啊，来了。Fuck you！ 有没有？发球，发球！叮叮叮叮叮叮！第七关之前就要把技能出起来了，所以不要太急。第七关之前啊，我们把技能出起来啊！看我的，他那天那个手在喷的，有没有？好友，好友，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满了一点点，所以，对啊，就是你可以按按看，对，我有位置的话，我还会加啦，对啊，但是我必须讲哦，就是我缺的代表我才加，对，因为比较满一点，那、啊、你可以按的，可以按，我这个好，我就会加了，这个是人之本性，因为我不敢跟你保证，因为我要再清掉好友，再加新的，你懂我意思吗？我要清掉再加新的，所以我要看那个大概一个礼拜没上线之类，我才会清掉之类的。嗯，越战讲精哦，别惊，百姓你家哦，一 combo， 别惊，百姓家哦，一 combo 这里好，好亏嘞，魔力龟哦，给他一波，给他一波舒服哦。啊，如果他没有舒服，你就舒服了，这样记得。对，一定要给他一波舒服。雄厚是都无天降爱光珠啊！哦，你啊喂，四颗呢啊，施舍呢啊 ，ID 哦 ，ID 可以啊，我可以打给你们了、啊。新的是效果，分数是加上了，漂亮。这谁啊？练兵不错哦，练兵。好，丢出去啊！大家要加可以先按的、啊，但是我好友基本上满的话就不会再加了，我会留一格，我都会留一格。为什么？因为留一格你们才能按加好友。对，我都会留一格，但是不代表一定有位置，所以我会删人。就是最后的那个七天的那个我会删掉，因为太久没玩了，真的都用不到，我就会删掉，这很正常的。咻，恐啊！我是觉得应该有七大死因啊，很多就是我跟你讲，你越是不想要，他就越给你。我跟你讲，就是像七大死因这种东西，你越不要，他就越给你这样，不要问我为什么，他就是要给你。有些关卡明明很简单啊，为什么还有七大死因？一定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七大死因？为了你要解成就啊，就这么简单啊！啊，如果真的不解成就，有机会给你们看看我怎么速刷的。对，其实我也会有速刷队啦。龙哥增伤225，大概要35000，哇，娘喂！这我不确定啊，不过那个 L25234636 这个我有印象，他 ID 这个也是应该是以一挡百的一位哈、哦，所以应该他说的我是觉得可以参考价值也蛮高的，因为我印象就是有些战术打法他会跟我们讨论，
好像可以跟这些高手去做一个交流跟讨论，他们都很乐意分享。我跟你们讲，他们真的很乐意分享，不会尝试，不会看波，对。因为你有绝招没有用啊，你要肯愿意分享的人才有用啊。妈藏的，妈藏到哪里去了？你说我干，我跟你绝招超级强的，哦，一波一亿啊，怎么弄？我跟你讲，干都好啊，那你自己爽就好啊，你跟我讲干什么？你要不要一波一亿？一亿，我还好几亿咧啊啊！你们是好几亿？你一亿，你一亿，你家己自嗨，我都无，我都唔知一亿是倒倒位来。听你讲讲，我都无看到啊，是不是？好、哦，刚才这种斜转的话，没、欸、那个没有不太有把握，就不要这样转哦。对不对？要能够乐于分享的才有用啊。当然你说像我。Oh my god, oh my god、欸、有些时候我不会急着马上讲，我会先留一点那个就是秘诀才能跟你们分享、欸、因为四处去讲很快、啊、因为做到朋友你知道很爱分享，超爱分享，我跟你讲、哦、我发现这很有用哦，然后我还没开始用说全世界都知道了，我用屁啊说百姓我早就知道了、哦欸、所以我会留在节目上跟各位分享、啊哦、一样都是分享、啊、只是早晚的问题、啊、对对对对，我那些朋友真是的，但大家一个比一个还热情还热心这样。对，尤其是这些观众，你自己看看，我刚刚都没讲话，他们已经告诉你很多答案了、哦、非常多哦，非常多。龙科几分，最高几分，对吧？那大概要几分才能到那个分数？有没有？还有什么？基本的什么多少啊？但是会超过15%，对，基本会超过，你是发问的，对对对。外壳龙科怎么合、啊、你就打龙科。然后打平民百姓应该就搜寻到，我有做几部教学，段光珠林老师哎、欸，哎、欸、哎、欸、这厉害呢，段光珠呢，这个有厉害咯，啊，段光珠是啥什么意思啊？光珠切开啊，不然要把你连在一起。哦，至于落珠率哦，可以看我开实况就知道落珠率到底改的。多么低哦！有那个断心断水的双断珠的，我是觉得太强了啦，真的太强了。怎么会有这么巧的啊？双断珠啊啊，喜是怎么回事啊？哈、啊，双断珠，你看到不？我看到不？哈、啊？我才刚说曹操，他妈刘备也来了啊！关刘备什么事哦？不是啊，说曹操刘备就到啊，看我说断心断水他断光啊，他断光啊，信不信？我刚有胡乱吗？啊，完全没胡乱啊，就跟我说我们观众一亿当百一样的效果，是完全是没有胡乱的。哎，对啊，哦，才刚说断光断心断水，马上光也跟着来断。我说你在凑什么鬼热闹啊？你想要带你黑家乌龟型个搞断几改啊？我把你七大石英剪成精华版，我跟你讲，笑他妈啦，是不是很扯？各位，是不是扯？有没有这么扯？比扯铃还扯的扯？嗯，天降，干又断！我刚说完呢、欸，哈，我刚说完，他下一关就断了、欸、我说你想要下一关乌龟整个断一直断了呢、欸，哈？啊！啊，再记录一下哦，这个漂亮了，这个精彩重播漂亮。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我才刚说曹操刘备就到。哎，好，先睡，刘备都关我屁事啊！哎、欸，漫画中看到一句不错啊，世界上一切都在分享时才产生其价值。好，说得好，说得好。对啊，你要分享，人家才知道这个招式它到底有多好用。如果你没有分享，基本上大家不知道那个到底有多好用。哇，那个凶哎，干，我干嘛你笑啊嘛啦？哎呦，哎，你真的太夸张了呢！哎，我才刚说完你就直接弄啊！啊，这种关卡七大石英不好哦，不好，不好。嗯，你给我搞断光，靠北，不要笑光。干，我很好奇会掉几颗，
刚才是几颗？靠边，哎、欸，可以帮我看一下刚才是几颗吗？干，不然来不来得及、欸？25秒，我转完可能那个已经结束了。我看一下，看不看得到？靠北啊！我的是暂停。1、2、3、4、6、7颗，我绝对不会让这个节目提早结束。7颗是不是？靠北啊！手好痛。我绝对不会让它提早结束。说曹操来就来，看到没有？我们的观众多强啊！连说曹操，曹操就到，他都能告诉各位他到底是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太强了。4、4、16哈，然后其他一倍。哎、欸，我来看一下哈，12、145哈，12、145哈，来，我们再算一次就好，12、145，好腰好痛，他妈的，2、4、6、7颗，7颗，两 combo。总共来个7 combo 就要25%，16倍，120万，他想骗我上当啊！109万，看到没有？个十百千万算109万呢、欸？现场马上 GG。假设平白进转8 combo 嘞，转8 combo 嘞。120万，200，8 combo，他多少钱？120万，靠北啊，没鬼呢，过不了哎、欸，我就算转8 combo 也过不了、欸、我算一下，他120万了吧？100万，哎、欸，输错了，200万，100万，我看一下，啊，一直打2300。没有客数啊，不光是8颗是不是？哦、我输错了是哈，8颗，谢谢，8颗啦，你写8颗啦。假设我转8 combo 了哈，哎，个十百千万13万，有3只，个十百千万10万 ，OK。八颗光，8 combo， 我算一下7 combo 会不会死掉？你老师哎、欸，干我，等下会不会提早结束啊？7 combo 会不会死掉？个十百千万，14500，个十百千万乘三，43500，没鬼，我一定要转8 combo。如果我没有转8 combo， 就必死无。要转8 combo，看一下，2、4、6颗，水火，2、4、6颗，水2 combo，火1 combo，木1 combo，光2 combo，暗1 combo，行，刚好8。刚好8，我来试试看好了。假如我今天转8 combo， 光两组哦，注意两个条件，8 combo 跟光两组，我没带走，抽一张，看看我到底算的有没有那么准哦。不开技能，不开，我就是死不开人。假如转8 combo 两组光，哎，老马我的算了、啊，你们就原谅我吧。8 combo 两组光，假如没有带走。没有带走的话，我抽一张。来了，靠背啊！干，这样有没有8 combo？叠珠，哇，漂亮的叠珠啊！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啊！有没有八 combo？ 三四五六七叠珠八 combo 九 combo， 老乌龟再见啦！爹娘！哦，三更半夜妈的别的鬼叫鬼叫，三更半夜不要鬼叫鬼叫。哎，除了技能，在那个第九关会比较好打一点。我跟各位建议一下，第九关失踪地点的时候有点枯巴哦。哦，有的观众可能会疑问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算错？其实人有失蹄，马有失手，就像我讲这句话讲错了一样道理，对。一样道理，就是讲话也会讲错，有的是机会啦，但是不是现在。断火，水火木光，断火珠，冰岛书尾，好，好什么？好哦，那是好哦，对。不稳就开正了，哎，怎么会不稳呢？开玩笑，这时候就开正了，太浪费了。妈呀，黑铁，你差点害我喷出来！什么人有尸体啊？在旁边喘，啊，拜咧拜咧，安尼就对了。哦，应该这时候可以开八风网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开吧，一波，哦，记得，哦，一波带走，各位。啊，转错了，你老师嘞，干弄人改。干！妈呀！一定要这样一直撞的吗？哈，叠了个这个啦，应该是火珠哈，叠了个火珠哈，再下一下，好，叠了个火珠，漂亮漂亮，欸，因为其他珠我来不及看，关，哦，为什么急着赶快输出？因为可以。除了一回合技能之外，我还可以再转一波。现在我可以再转一波，欸，因为它 CD 会留到下一回合。可是我个人觉得转这一波只是出击用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不晓得各位认为是怎么样。其实 我相信我在做精辟的计算的时候，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当我算错的那一刹那，是这样吗？蹦恰恰呀！不要在那边鬼叫鬼叫，是什么？欸，我那栋我还没看过，我看一下啊，哦。消心攻敌，后血70%，入境黑白扶持持续。我是觉得八分网可以直接开了，不用浪费时间哦。你就当作他整版黑暗吧，反正一毛你不知道你是胖啥死了。有吗？有消到吗？有，消，get in， 看到没有？900多万了，各位，33333就是9999999999999的意思哦。嗯，感觉经验在细薄哎，靠背啊，想最起码干掉一只。啊，不过叫我的精辟的计算应该是全部干掉了。照合理的逻辑来讲，应该是 一波全干掉了。哎，转错了。我真的是希望他留给我了，但是没办法，那三只都一样痛，所以一定是一边一只啊。今天算特别多，因为今天很想全过啊，所以多算一些啊。糟糕！第十三关附加教主技能重置限2秒转哎，糟糕！跟各位教一个技巧，能力继承哦，靠北啊，我还有6回合哎，撑一回合好了，
那个技巧现在可能没办法示范给各位看，下次再示范给各位看了。我看这个局有点危险，所以先转一波了。哦，然后这个木珠基本上是可以留的。哦，暗珠也可以留，但是我想先留暗的好了。暗的，用元一金去转哈。因为这样可以撑比较久，我觉得。开哈，哎，原先 CD 比较短，比较可以占优势。我没记错的话啦。是木珠会转心吧，对吧？啊，对吧？该来得及吗？各位来得及回复我吗？对吧？应该是对吧？啊，他死掉了。He died。喝太多水了，我需要再解放一下。等我上个厕所。做什么？不自觉会想喝水，不是因为干太那个的话，喉咙要喝水。因为我忍不住想，就是对，我们游戏嘛，就是要轻松自在嘛，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你管他这麦克风很便宜啊，一代，什么一代？一加一的公司可以算到微积分去，合作业障重。我们现在人数已经到43700位的观众了，非常好，各位一一涨百的各位稍等我一下，相信这一关应该今天是可以顺利通关吧？嗯，为什么加吧？不要加吧。我算过了，大概60%哦，60%哦，所以我们先打这个不克的哦，不克的哦，不克的哈。哦，新珠这一回合可以转掉了，哎，对，但是我好像没转到，算了。靠腰，没转到，真的没转到。这边可以吗？撸不过去，干怎么样撸都撸不到，怎么撸都撸不到，哎，啊，算了，原谅他吧。反正四颗很有几率再加一康了，靠背啊，有点点不妙啊，有点点不妙。我认为这个倍率应该是不至于会打死右边那一只啊，我认为啦。I think。漂亮，抓得刚刚好。哇，没有五颗。看来。这一波我要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技巧出现了，现在42000，忽然间上去了43700万的观众，你们可以看到新的技巧、新的转法、新的打法、新的百姓，怎么打呢？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我用什么新打法？我想听听看，有没有人知道？
你们知道？猜猜看。Guest C 好，别来讲下英文的，听无啦，说中文的，讲中文的。新的技巧，回满就 hold 得住。靠背笑死，新的老马干。百姓长得像八风王，有吗？头发有没有？像不像？先打光留暗，这个方式不错，听起来不错。Basketball 说的还不错，还不错。列出靠点奖先打光，非常漂亮的见解，大家答的都不错。今天如果我用你们猜得到的打法，那我就觉得你们很厉害了，好不好？好不好？注意看哦，注意看哦，45,200的观众，注意看哦，看到他技能没有？有没有看他技能？关闭。哎，平民百姓居然把啊关掉了，哎，看一下多少火珠。你们很难得有看到这个机会，我说下一次，这一次就表演给你们看，看到没有？注意看喽、哦！注意看喽、哦！哎，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今天有跟到台的，你们就赚到了啊！哎，这个很少用，很少用，超级少用。哎，那个是强化了，我们就给它上去一下，超级少用。这一招叫做什么呢？叫做未过关先关，防止技能消除附加重置。干杯啊！要需要这么长吗？不用这么长了，好不好？不用这么长。先关附加消除。哎，附加消除。哎，没有用哎，我还有八分王，还有一个技能留下来，看到没有？看，哎，啊，什么？王翔宇，你有猜到？真的吗？你有猜到是不是？我看一下。想你刚好猜到是不是？这么厉害？你刚好猜到，我看一下啊，那你这个有1/1000哦，我看一下，你刚刚有猜到吗？我看一下，关技能哦，你有猜到，虽然说秒数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的，不过应该是有猜到，你才会这样讲，漂亮漂亮漂亮哦，以挡千的各位还是会出现。那既然是附加消除，既然重置这个现象，我们就直接看，我留了一个技能呢，看到没有？魔力龟龟口对哈。然后再开一个这个，哎，靠，你有没有八风网？别加别加，百姓你家哈，用力锤哦，用力锤，靠背啊，应该不要先开的，哎，光珠太少了。好、哦，了解哦。火打暗流光，回血下一回一起带哦，打法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只是看大家怎么用而已。哎，三 combo 果然是平民百姓哦，亏嘞。昨天是转四康就过了，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嗯，我怎么觉得四康有点难？转下来上去，应该是可以的，四康应该有。三康不？Oh my god! Oh my god! Oh yeah! Oh yeah! 舒服！靠北啊！干这真的死耶！爱戏，好悲啊！干，我干，很危险哎！我思考一下，嘿，啊哈，快点，圆鸡鸡。因为我找不到巫术，所以我不在乎那个倍率了，你懂我意思吗？这巫术都是GG，
Oh my god！ 我消了两个颜色，阿尼阿威，再见吧你，跟你娘来抓羊。我们撑到第二个班，往跳起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我自己都有点傻眼。再一次，这个两波波鬼都不要躲啊！啊，平板星。哦，这个有希望哦，这个有希望。我看一下。一 combo 两 combo， 应该是转三 combo 是没问题的。我再多一 combo 可不可以？一 combo 两，一 combo 两 combo， 靠！为什么说三 combo？ 一 combo， 有这么难吗？操！不是我看越久我就越容易 GG， 你知道吗？我就想直接转下去，可是这不看又不行哎、欸。一 combo， 一 combo， 干我研究一下，看有没有叠珠之类的东西。因为这种我比较不会去玩叠珠啦，我比较不会玩叠珠，因为这时候玩叠珠风险太大了。combo 两 combo， 我想要起手这只四七哦，光出起手，光出哪一个？这个？啊，这个？这个没赛，这个像这样，这个会告诉我哪一颗吗？暗强起手，暗强起手，我看一颗、两颗，一 combo 两 combo， 暗强一 combo 两上左嘛，我在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有点危险哎、欸。只有两鼠没倍率，对啊，没倍率啊，但是五鼠五康不是啊。你们要想象，你们一秒转珠就是我的两秒转珠，哎，以一当百的各位。看人数又来到51620的观众，阿北 G 好不好？阿北 G， 暗强起手加一的，会 New Love You 会卡技能，这个之前有讲过，你那时候可能没跟到，会暗强起手是不是？暗强起手应该是上左吧，上左下嘛，对不对？然后嘞，然后嘞，我现在目前就看到三 combo 哎、欸，一 combo 两 combo， 啊好像可以哦，四 combo 一 combo 两 combo。三四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可以，我来。三 combo 哦，天降啊、哦！你还会四 combo 再见吧你啊啊！看老师，你被心中停了呀啊！哇、啊哦！手消随机指定 combo 盾，最后处理，最后处理。哦，最后处理啊，再找最后处理。就是随机指定的，好不好？三 combo， 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哈，应该是没问题吧哈？这两个细一样的喝酒，暗强可以叠出四七，不是啊？你看，我的 combo 数就是比你们少一点点的、啊，对对对，大概有三到五，你们都是六到八了，应该是这样的水准。一 combo， 四 combo 哦，我看不掉，四 combo 我们掉，一 combo， 两 combo。三 combo， 四 combo， 哦，这种八分网的丢啊，这是安利来的，你知道？四 combo， 居然有开台啊！对对啊，就喜欢跟你们玩的，对对对，你知道吗？跟你们开台，我已经开上瘾了。对对对，这是一种感情，你懂吗？一种深透的友谊，你知道吗？居然说有人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我们来这边，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四 combo 啊！二、三、四，四钢棒啊，西卡布啊，西卡布啊，我们八风来给换了，你知道？我们可以把八风磨回来，不用担心。嗯，还有四回合，六回合，应该是 OK 了，看起来是 OK， 妥妥。五康宝靠背啊，别让啊。
给我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 一二三，哎，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看了八分我当我的一二三四五，当我的一二三四五呢，一二三四五哈，我剩三改啊，哎，应该是没问题。这边尽量打没关系啦，我是认为是可以，因为下一关很靠北，他会 一直剩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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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天降，等一下等着看。五 combo， 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 我想要叠住把它处理掉哈。一，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哈，叠住，暂时机会有啊，我转用力啦，大概等于九钢棒，用力转，最好两回合用力转就对了，嘿，都不用数了，我跟你讲，我昨天这边算龟巴波，嘿都无好啦，算龟巴波，哎，看波数都是无高啦，除非你没血了才要数哦。哎呦，今天好像哎、欸、有比较正常一点哦，这样是八嘛齁，七到八，那跑不掉，还是七到八，哎、欸、对，康博说还是不够啦 ，OK 吗？这最多啦，没有更多啦，要八康博，一天将，你施舍我啊？啊？你施舍我啊？啊？有新珠就不用算了哦，一康博，两康博，三康博，四康博。五 combo， 嗯，这边现在没切开，没切开就哭哭了哈。正所谓没切开就哭哭，哎，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啊，一二三四五六，看到没有？七到八，神预测零天降啊，各位啊，各位啊，零天降啊！我刚刚说的、哦，这时候就要数了，水。一二火一二木一光一暗一二星好、哦、九 combo 及格及格，这个是及格的。哎，神天降，神预测啦，神天降，你再会降有没有赢得过我的神预测啊？我说你降几康你就降几康啊，是不是？是不是各位观众？我刚刚是不是说了？我刚刚有说嘛，对不对？靠北啊，冲啊死了！我刚刚说嘛，对吧、啊？七康零天降哎、欸，你就算带什么他妈超强队伍都要死啊！又再算，当然这个没有，这个你要算，像这个没星啊、有一组星，有一组星就可以，没有星的话你就要算了。像这样看这样，就一组星，你一定要算他几康博，如果康博数不够，马上路西法就要开下去啊！各位，啊，水一组两组，火一组两组。木一组两组，光零按一组，新一组八 combo， 这样就可以。七大又很不稳，当然啊，懂不？这光要整死谁我不知道哎、欸，对啊，有九刚刚真的很意外啊，没有啦，他不久他就干，被屌到爆了吧？我看，哎小蛤蟆啦，哎、欸，吉利不能这样调啦，哎呀，是不是安尼讲咧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咧讲对不对？你看这康博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哎呦，有一天降嘞哦！啊，我们说了不起，完全没伤害，有个屁用啊！干，水啊，不用算，这时候不用算，有新珠就不用算了哈、哦。哦，新珠就不用算了哈、哦。欸、因为再怎么算你也玩不赢他了哈，来了解哈。哎、欸，阿林老师，阿林老师，阿林老师，哎呦喂，我刚才也嘛无看到。七康，看老师给我天降嘞，哎、欸，坏掉了呢，啊，玩三小也很低，对嘛，掉出去很夸张，对不对？自己都觉得对不对？我自己觉得啊。西夏现在都很容易中切，干！我说你这样调的真是太强了，两颗光珠，林老师哎、欸，
今天你老婆去给老子丢哦，今天两颗光珠啊！啊，两颗光珠你来动的鬼啊！啊！我剩几回合？十回合。还好啦，十五、十六、十七嘛，三关而已嘛。三关而已嘛，十五、十六、十七，三关而已嘛。两颗光珠。这个录下来，录下来。我感觉不止七大死因哦，二消六康怎么玩的？这很厉害。二消我真的有过六康七康的，就那个完全没掉，而且我消整版，就是他好像只有掉一康而已。你告诉我这怎么打？啊？这怎么打？两个光珠啊？要玩那招开开关关是不是？你开开关关，你有要细点火珠，为什么要开开关关呢、啊？我以前就会控木、控水屋、控火屋了，我以前就会控了。如果很久以前跟过我才知道，我就会控珠了。现在好不容易设计一个可以开关这个控，我真的设计很好，哦，真的设计很好。可是你这种落珠率差捏捏的，干老师也奇妙了。遇到双血都觉得是打两关，对啊，我的妈，这干这怎么打？现在怎么打？啊？下一关是不是怎样？断心行不行？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断心。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断心了、啊，好不好？为了以防你给我搞断心那一招，你背的不爱消心，看，你给我断断看，我看你搞到天降搞到断断掉，你有本事就给我天降断开魂结，断开锁链，有本事啊！这没事，现在消掉，干嘛消掉呢？靠背啊！哎呦喂、啊，那个是什么嘞？各位，啊，没记啊，刚才是火珠吧？但我再偷看一下哦。我发现那个是什么鬼？干，我的延迟时间刚好25秒，林老师哎、欸！火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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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久一点好了。我你老输嘞！啊，唔只丢，想下嘛，断好断嘛，一断就老嘛。先猜死因是回合不够，不会啦，这怎么回合不够？干三颗光你是怎样啊？看不太懂哎。等下给我多一点光珠哦，我先跟你讲好哦啊，咱们说好的哦，啊，说好的哦。大家都是好朋友，看我手消全版十 comb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因为我有偷瞄了，没那么厉害了，我有偷瞄，关关关关关，一二三四五颗，五颗光珠，你是给我吃屎吗？啊，回合数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哦，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啊，全部都把它消掉啊，哎，他一定要剩一颗，我不要躲哦。哇、哦、,CD 几 ?CD 一嘿 ,CD 一 ,CD 一哈嘿一哈一嘿干老师诶他打多少 ,13,138 哈 ,138 哈 ,138 的哈来哦这38的哦诶对按着丢啊留一组按出去好了诶 ,138 的卡厅三颗 ,perfect, 我打一关是你打十关的时间看到没有这位 S 叉叉的叉叉大概是以一挡十，就是一个可以挡十个百姓，但是一样是以一挡百个观众，大概是这样，以一挡百的观众哈。技能虫子有两种，一种是技能虫子，一种是附加消除技能虫子，一种是附加消除而已，不一样哦。哎，突击一四叉叉而已，是不是 ？OK， 了解，谢谢。这时候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消水珠就好了。那水珠为了避免它会消，我们决定把它弄到最下面。那它配什么珠了？这是关键的。你看哦，这个暗珠一二三四，所以它配一个暗珠就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 combo， 有没有？配个暗珠，哦，啊，这边开始消光哈、哦，消木有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哦，哦，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哎、欸，阿里啊，个天降你买的个逻辑丢啊，林老师哎、欸。
你想啊，我干，我把水柱藏到那里，你要把天降，我真是楼给你看。你给我消化埋啊！消化埋啊！哦，这个精辟的回合数，我看看应该没有几个人可以办得到了哈。哦，新珠全部消掉哈。不是新珠啊，黑什么珠啊？黑罗水珠了，水珠了。哦，留个这个光哦，留个心一两颗就好，因为天降为主。四五六 ，OK， 两回合。为什么缺火珠？为什么缺火珠？你妈的，有点危险哎！咱们来个精辟的计算吧。心算的，这是心算的。看看平民百姓配技的能力怎么样，好吧？今天就当让大家哈。瞧瞧百姓的配技啊。哎呀，给我笑到那个水珠哦，干，你别给老一张，哎啊！Say goodbye, say goodbye。林老师哎，昨天也是给我转一堆案，刚刚好的回合数啊。八凤王，消暗无功呀！今天可以血池了吧？来啦！啊？什么？看一下转，看一下之后再转，没有那个看一下的啦。又跟昨天一样，是不是？你别给你切开，靠背啊，切不开。靠背，靠背，靠背！哦，好刺激哦！应该是有切到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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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没啊？对，还有一回哦，对不起，叫太快了哦。Take a look at， 天雷战场。千万唔好阁开一个哈，唔好阁选面人家开咧哈，跌哭哭哦，跌哭哭。嗯，那两个暗放的位置还真是漂亮啊！我会不会一斜转下去就死啊？啊？一定会，一定会，所以这是我们安全一点。干还是要斜转的啊、哦！好可怕 ！Oh my god！哦，这个斜转他捏捏的。我说叔叔练过，小朋友不要学，知道吗？如果那个斜转没把握的话，千万不要斜。漂亮啊！龙头脉动，给我一波起啊，各位！希望你们来得及啊。给我一波起啊，各位！二十秒应该来得及，应该来得及，应该来得及。我会看到你们的七的。让频道就像他妈的干这个龙科脉动一样刷过去的感觉，消整版啊，平民百姓啊，漂亮漂亮！哎，差一卡嘛，没关系，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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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起来 ，K， 哦，漂亮，你们赶上了，你们赶上了，哦，赶上一回合，别冒天降科，一起扛吧，瞧不起我看。一波气啊！好，一万八千八九，那没问题了。一波气，对，画面就是这样。欧了，欧了，欧了，欧了 ，K， 哦，最准 K， 谢谢各位，漂亮漂亮。今天这波气算了，算了，我、哦、那个
画面就是要看到，看到，看到气而已。